Hello， 嗨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先来约会不是吗？是吗？我们要吃的是虎刺炸牛排专门店，在店开入不久哦，很特别的吃法，我想来尝试看看。好，进去吧。烧肉炸牛排专门店哦，它这个黄金组合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点定时冻饭，或是它特别的黑咖喱，或是彩蔬沙拉。那我们俩今天呢都选择定时。今天有什么肉吧？这个肉啊，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，有炸的，也有炙烧的。不吃牛的人呢，也有松板猪啊，或是尾鱼菲力啊、樱桃鸭、鸡腿排可以选择。哇，也有儿童餐呢，咖喱的哦。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双拼，有炸牛排，还有炙冷藏黑牛双签套餐。现在目前最新的活动是啊，去粉丝团留言的话，也可以送玉子烧哦。哎，有水性卷饼耶，点一份吧。好期待餐点上桌哦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Hello， 我们在等待餐点上桌的时刻呢，现在即将进行一段干嘛？食皮不间断的爱妻快问快答，请你尽快回答我的答案哦。第一题，请问今天是要纪念几周年呢？一、二、三。答错，14周年。第二题，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？最喜欢花。噔噔噔，好，不用答了，错，我不喜欢花。第三题，我喜欢夏天还是喜欢冬天呢？夏天。答对了。第四题，酸辣汤、麻辣汤，我更喜欢喝哪一个？酸辣汤。答对了。第五题，麻辣能喝、第五题，海岛国家、欧洲国家，如果我目前只能选择一个去度假的话，我想要去哪里呢？答对了。Yes. 第六题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钱还是很穷呢？很有钱。错，我觉得我超穷的。第七题，你觉得我爱你多？对了，我超穷。对，你觉得我爱你多还是你爱我多？我们互相深爱着。答对了，一样多。第八题，我们是否真的要决定生第三胎呢？哇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第九题，最近喜欢买的衣服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？灯灯都喜欢。错，白色。白色不好啦，我喜欢，有点漏，我喜欢就好。第十题，请问一下，明年我们是要庆祝几周年呢？15啦，这还要想啊。前面如果好好答对的话，应该。这答题率大概一半啊，不对对，大概有六七成左右，还勉强啦。可以的。嗯，希望你下次再加油，明年再考你一次哦。好, 好，明年。好，我们要准备来吃饭喽。开动吧。开动喽。我点的呢是炙烧冷藏，它上桌的时候大概是3到5分熟左右。然后呢，你要直接吃也可以，你要再买好也可以。哎，这洋葱已经好、这个热已经热够了。对，现在冒烟了，要刚刚就烤就好了，烤到你想要的熟度。我这个也要吧？对啊，你这个一个是炸的，一个是冷藏的，它是炸过，炸过的感觉也不错，金黄金黄。这个冷藏。哦，冷藏啊，好。3到5分熟嘛，就自己再加热一下。然后炸的也可以再放它去烤，没有关系。然后酱料呢，介绍一下。这个呢是辣味灯，这是白芥末，是它的日式特调酱，看到吗？然后烤完之后可以蘸着吃的。哦，很快就差不多，熟了，很快就熟了。对啊，蘸一下日式特调酱，再加一点白芥末。其实吃肉应该先吃原味吧。哦，它芥末好厉害哦！我只要吃特调酱就好，我想吃肉的鲜度。月光米。真的，很棒。干嘛？我吃辣的。
肉很 Q 弹，烤一个大的，加一点酱。那白芥末超辣。那这个，这不是吧？白芥末辣，那这个不辣。那你吃不吃？这辣味噌还蛮提味，但是说辣也不算辣。打卡活动有送这个、哦，双拼肉也太多了吧？麻烦哦，还不错，真的，而且是牛肉啊，不是猪排汤。它前面有个小沙拉，是要用那个德宏沙拉酱。水杏旋饼上桌喽！这个是我们的甜点，透明的，对，很特别哈、哦。看到这里有个球了吗？水晶球的感觉 ，magic， 看到吗？哦，透明的耶！坐在船里面有个水晶球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就要加黑糖、黑糖水，还有那个黄豆粉，黄豆粉，对。也太美了吧！来，你先吃。哦，哎，很像果冻，是不是 ？Q Q 的感觉，端腰端腰，像果冻，对不对？甜甜的味道刚好，好好吃哦！有喷出来，太大块了，太大块了，
夹不起来，太 Q 了。我要打吃吧。来，再来一口。有吃出爱的味道吗？加油！开始结账喽。Go。Hello， 吃饱了哦，今天的餐点很美味哦。然后我们也庆祝完我们的14周年纪念日哦，谢谢大家收看喽，拜拜。